我觉得 OK 啊，我会改，我会改那种最废的，没问题。只要给我那个，我会、欸、我会做最废的改。我可以帮你，我会帮你剪辑，我完全做得到。原来你也要当提莫的 F 4吗？来啊，来啊！就是我们的梦想是 Go Go Power Ranger 了，我们是想要当 Power Ranger。哦，对对，我们想要当恐龙战队。对的。哎、欸、，YNC 也很那个、欸，就是你要穿那种各个职业的衣服，然后很酷。YNC 对啊，可是我觉得他跳起来也是很，我觉得他跳起来很棒哎、欸，我觉得真的很棒，YNC 跳起来超棒，对，很棒。没有啊，我这边没有啊，我这边没有，这边没有，我这边没有，我这边没有。你要红橙黄绿的电子都可以，彩虹不要，除了彩虹。哇，你只能有一种颜色，你只能有一种颜色，不能一次有很多颜色。你我可以玛丽说一点，你的皮肤在太阳之下会变成偏什么的什么颜色？我可以要说某个，然后我就被阿布打。对，我会默默的看着。如果你灌了毒我给你，但是你还是要有一个基本颜色。我稍微去研究一下毒，好像确实有、欸、真的是喝下去真的会你的会稍微盖一下，可能就代表你行，就代表你行。我觉得那个他们的那个毒品还蛮厉害的，就是我有稍微去研究一下，所以我觉得之后我会把这个也变色哦，我会把这个捞进去，就是那个毒的效应期间。可以用易溶，可以啊，可以啊，你可以用易溶啊，可以，易溶可以。你会泼到汽油吗？汽油皮肤里可以啦，可以啦。汽油皮肤里变彩色了。我需要做上一次的那个吗？我需要做上一次的那个前提提要吗？有需要回忆吗？还是脑袋只剩 T 不灵 F 四了？完蛋了，剩 T 不灵 F 四，还是要 po 那个 Go Go Power Ranger， 然后就全部就在那边拍，不然背景要爆炸，对，背景要爆炸，对不起，要爆炸，小时候特色片看太多，对不起。我诚心的，对，我诚心的道歉，我诚心的道歉。我小时候特色片看太多，一定要爆炸，然后那个颜色都有一个代表色，然后还要按那个什么遥控器，然后变身。对，然后通常黑白的都是特殊，对对对对对，特别强，对，特别强，特别强。然后我觉得粉红色或黄色通常是女生。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爆炸那个嘞，我觉得那个爆炸，我觉得如果是所有都是提布的一个状况下都可以啊。他们只要用他们的那个 Hellish Rebuke 会放火。对啊，他们的 Hellish Rebuke 自爆。但是要被打哎、欸。没有啊，就后面可能放个什么那个机器会打屁股的机器或什么，然后屁股一打下去了，然后 Hellish Rebuke 对，等一下我。我们在三分钟，对对，对，我们在三分钟，对，从印度 F 4变成那个恐龙战队，可以啦，可以啦，然后还可以那个装甲大机器变成那个机甲战队，然后可以操控那个机，虽然只是就大家一起跳一跳，然后就对啊，就进到机室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这样子一翻，然后就进到机室里。哦，对。哎、欸，没有，我们其实只是一个 idea 啦， okay, 我们只是一个 idea 而已，就是早期的某个战队，对，就某个战队的那个、啊，对、啊，特色片，只是特色片，对，特色片，就是有看过特色片，其实都会跟得上，都是一样东西，一样的東西，对 ，OK 的，不需要看过，反正他们就不需要看过，你真的不需要看过。哦，皮肤林是因为那个，就是说来话长，那个应该说就是我跟说来话长呢。说来话长，怎么变这样？我也不知道哎、欸，就纯粹只是我的腔发言，然后就好像回不去了。那我觉得、好像是我们在找那个迷音曲的时候，有了那个印度 F 四，然后就不小心，对吧、啊？因为主要是我跟小弟的 T 夫零心智年龄只有5岁以下，所以就不是。
欸，他们都成年了。对，我先说一下，他们都成年了，只是心心成年了。对对，有心智年龄没有什么意义，就身体上成年并没有什么意义。哎，坏掉了，这个丢对，还有一分钟，我已经吃一半下去了。No， 那之后再继续吃下去，就没关系，之后把它吃完啊。就之后会再出来的，对不起，之后会再出来的。没有啊，真的不要吃辣的。就那个了，就如果发现不行的话，丢掉，丢掉，你换，可能换个水果或什么其他的。对，你的水果已经累积到三盒了，你就把它吃掉。对啊，他现在已经摆在我的电脑桌旁边了。OK，OK，、okay, okay. 嗯 ，OK， 那你们都准备好了吗？不然我觉得这样子，我们今晚就要聊 T 不灵 F 4聊下去了，这样可不行。我们答应你们要跑团，还是要跑团？我们可以之后再聊。OK， 之后再聊 T 不灵 F 4没事。然后准备好了吧？还是有需要上厕所或拿东西或什么的？没有。确认大家都 OK， 我再开始啊。都 OK 的话就说一下，喊一声，然后确定四个人安全带都系好了，就开始吧。因为今天大家的时间也没有说很多，所以啊，就我们到多少就多少，这样，我们到多少就多少。这边 OK。还有其他两位都 OK 的吗 ？OK。好。OK，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对，如果听到阿布不小心喝醉，然后突然听到睡着，对，用力尖叫都可以，把我喊醒。我是希望不会发生这种事。我已经很努力的打醒我自己了。好 ，OK， 开始吧。确认一下音乐。OK， 至于上一次，是的，你们在白天就是也是这样，就是回到 Oakview 开始做，就是所谓去高级餐厅啊，然后有的对啊，就是不去高级餐厅的被放了土增术，但是又发掘了另外一个可能性，但对，就是各有特别的地方嘛，但是最后你们聚集起来，然后开始前往了广场，因为毕竟你们衣服换好了，东西也领好了，你们看着外头的天色逐渐暗下来。你们现在是刚走出服装店外，正要往广场走去。在这个中途，你们有要做什么吗？或是说什么吗？那个赛尔要戳一下诺伊诺。那个奈之前捡到的那个梅子，有空要蓝莓要记得吃哦，不然我会掉。哎、欸，你有给我吗？哎、欸，我们不是平分吗？欸、我拿到几颗啊？你拿到九颗，我十颗。哎、欸，好。那我可以趁现在吃吗？可以啊，可以啊。这个就是一个现在你们在路途中，你们有一段时间，所以就看你们要做什么的，就是边散步啊，然后。那我要吃个六颗，我刚把头皮没了。我要吃一颗，嚼嚼嚼嚼嚼。你们继续往前走，然后，当然，你们看着现在天色逐渐淡淡暗下来。你们也注意到了，是的 ，Marie、Emily 已经在广场那边看到他们，好像窃窃私语，好像在讲什么，看起来也没有说到窃窃私语，就是他们在那边谈话。然后也注意到，就是 Marie 跟 Emily 他们的装扮
和往常不太一样。你们注意到 Marin 他身穿着与平时一个矮人就穿起来就是普通的衣服，就看起来就是比较工业区然后比较平民的那种矮人的服装，他今天可不太一样。你注意到他有稍微就是这个说今晚也说跟今早不太一样，你看到他就是稍微有打理过，看到他的胡子有稍微有编过结，有稍微梳理，然后与平常那样乱乱然后还可能灰灰脏脏还有木屑的胡子今天却不太一样，就是看到他就是都有打理干净啊，然后虽然他地中海，但是他还是他也是有权利可以洗头的。然后你注意到他身上穿的西装就是稍微高档一点比较偏贵族式的衣服，虽然你看到他好像有点不适应的稍微拉扯了一下自己的衣服。而 Emily 的部分你们注意到他穿着比较是露背的晚礼服，看起来是比较那种深紫色，有点到脚踝到地的那种长裙，然后因为是露背，你们注意到他的背后很明显的有几块绿色的绒领在上面，然后你们也注意到他的手有戴着一副淡淡的丝绸制的手套。那那西亚是要高举手手，然后朝他们挥打招呼。你在打招呼的时候也有看到他们就是也是稍微微微晃一下，嗯，塞亚也跟着他们挥了挥手，也看到就是当然 Mary 就是稍微他是原本在那边扯就有点不太舒服，扯了一股，然后后来他停下来然后看到你，然后微微挥了一下，然后小博现在在干嘛？我们还是要去找那个报社的人吗？哦，对啊，我不是约在门口见，但他们现在不在门口的呀。因为我们是先到广场跟这两位会合，我们再过去。对啊。诺尤拉应该会走过去，然后就是有点对阿米莉小姐，你取消算有点那个吧，有点想开玩笑说到说就是那个看到阿米莉小姐这个装扮，感觉更加知道为什么那个大家会传言说那个你是那个奥克威尔的女神的。你看到他左右看了一下，有点慌张，然后看到他耳朵是上下晃动，还蛮幅度还蛮大的，所以这个不用闪，一定可以看到。然后你看到他就是，也不到了，只是。然后你看他就是有点不好意思，伸出手指，然后就是稍微眼夹，说着，只是刚好只剩这一套，所以就只能这么穿了。您这样子很漂亮啊。然后你在说的同时，你们也看到那个小波在旁边滚，在翻滚，好像开始在演戏。他好像在演戏，翻滚。对，他在演戏，好像在那边求关注，就这样而已。那我再来要搂搂小波。小波你在干嘛呀？是肚子痛了吗？然后就搓搓揉他。为什么要翻滚呢？蔡雅感到不解。你看到他就是 躺在那边，然后给你搓，好像很享受的样子。然后你蔡雅，你在搓完，你回头看一下 Emily， 然后你注意到正在跟诺尤拉谈话的 Emily， 然后有稍微瞥一下小波，然后又看了一下诺尤拉，然后露出了有一点就是有点微妙的神情，然后默默的
看了一下诺亚，指一下小波，说着：“那个东西一直跟着你们吗？”“嗯，对呀、啊，小波跟着我们哦。”然后彩霞就把小波高举起来。那诺亚应该会接着就说到说那个这小东西，是西利亚斯那个照顾的，算是我们队伍的吉祥物之一吧。这时你们听到旁边的 Mari 就是点头说着：“啊，难怪难怪啊，那时候跟报社他们说好像那个吹奏着奇异恩典的队伍看起来就很像是你们啊，然后还有那个碗熊好像就里面好像是你们的什么镇店之宝这一类的啊，你们感觉可以去跟那个什么啊，一两个月前啊，仲夏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有来一个马戏团，我觉得你们可以跟他们去做一些比拼啦。”“马戏团吗？是我们看过的，是哥哥看过的那个马戏团吗？”然后看了一下大家，看了一下其他人。嗯，就是那个吧，不是的。可是他们不是说要去博德之门吗？但是他们的确是仲夏时候来的吧？所以欧拉应该会那个点无奈微笑的对猫咪先生回答到说：“我们是还没有到那么厉害啦。不过今天那个倒是说不定可以看到小家伙他们那个在茶位上做出令人惊讶的表演。”你看他摸了摸胡子，然后说着：“哎，我倒是有听闻，好像什么，哦，好像说今晚除了好像什么 Joseph 也会上去表演吧？为了说庆祝新的工会会长上任啊，你们可不要输了。”然后你看到他大力的拍了拍你们四个的，对，四个轮流拍，拍肩，啪啪啪，四个拍一拍，要拍你们肩膀，然后看起来就是大笑，加油啊！那时间也差不多了，我那个今天就麻烦两位了，那我们就往餐厅过去。你看到他们两个点了点头，然后在他们的带路下。遇到夜晚的欧边，比起以往，今天没有雾，今天非常舒适，飘着淡淡风，大概就是那种夏末八月那种夏末那种蛮舒适的夜晚。你们走在街上，你们注意到就是当然一些比较就是早睡早起的，已经都看到就是有的换上睡衣睡觉，那比较平民这一块他们也不去。但你们也有注意到，就是 Emily 跟 Marin 前往的方向是在往。贵族也就是贵族区那边没错，你们走着走着然后也注意到贵族那边越来越多人，就有点像是假面舞会那样子，看到有大各式各样的人穿着各式各样上阵的衣服，然后你们也注意到有两个圣骑士站在门口。这时你们听到 Mari 就是摆摆手说着：“啊，那个新的公会会长好像有一些要求啦，所以我们在这边有那个什么活动中心啦，啊，因为就每一次公会会长作为一些提拔跟选举需要就是比较大的一些空间嘛，啊，所以有时候就是像是宴会这一种东西嘛，当然呢就会选择比较大的地方啦。”然后你跟着他们继续走的时候，你注意到就是这个所谓叫做宴会场地。你们注意到还蛮大，就比起说就是像是一个铁，就是一个木，但是有混金属，就是有点木铁质的一个建筑，大广场的建筑，但是就一个大，像有点像是那种城堡，类似城堡的建筑。然后你们注意到前面站着两个守卫，然后当然守卫，你们大概用膝盖想，你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沃金女神教堂那边出来的。当然，你会看到这两个看起来就是两个人类面面相觑。然后看着人经过，然后你注意到他们手上好像拿着什么仪器，听到 beep 一声，然后他们走进去 ，beep 一声，他们走进去。那、啊、当然，就那个 beep 好像有点机械音，
到底是哪来的科技呢？我不知道。他就听到 beep 进去 ，beep 进去，然后他们就是一脸有点疲惫这样子 ，beep。那注意到他们手上拿着这个像是机器的东西，有淡淡的魔力跟魔法能量。这个不用那个，就纯粹就可以看到一点点这样子，微微的发着那种蓝光，一点点微微的蓝光。然后这两个设计师就是看起来就他们虽然戴着头盔，但是他不是那种全罩式，而是半罩式，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脸。那他们好像有点疲惫，然后就是看着人进去。当然，你们也注意到了。站在门口两个八卦弟弟，当然对他们来讲，他们也就是 Jonas 三兄弟的两位兄弟。要说为什么这么好认呢？你们看到除了就是比较稍微长得比较普通的人类，就是在那边不停嗯嗯，然后东张西望。那让你们最有感觉的，当然就是站在他旁边那一位吐着舌头。对，他就这样发，他就发出这样的声音。对，那我要高举着小波从他们跑过去说 ：“Honey， 我们来了！”你注意到，就是他们两个互看了一下彼此，又看一下你，然后那个比较稍微震惊一点、没有吐着口水的那个记者，就是看着你打量的，你们都准备好了吗？Loi， 快点过来哦！我就拿出之前买的面具戴上去，然后走过去，然后跟站在赛亚后面。其实我不知道他们三个是谁。就两个，只有两个，然后面面相觑。那是你看我，我看你的面面相觑状况。然后你注意到，就是那一个看着赛亚，然后一直的这个记者，然后好像一直上下打量着你。你注意到他的下巴有点大。然后对于另外那个，就是黑黑的，看了一下他们两个。他们两个是人类吗？他们两个是人类吗？他不是，是人类，是人类，是人类哦哦哦，只是一个下巴看起来比较对，下颚看起来比较大，然后一个看起来，我们就不用说了吧。好，那赛亚要拉着诺伊说，那两个是记者哟。对，我脑中已经变成猎狗了。我就对他们两个点点头，然后没有说话。好，然后当然你们也注意到了 ，Marin 好像也有注意到你，然后就是搓了搓他那一撮浓密的胡子，看一下说：“啊，是你们啊啊！”然后看到那个，你们有注意到那个下颚比较大的那一个人类就感谢您的推荐啊，果然是 Undersmith 先生啊，然后你看到 Marin 就是摆摆手说着啊，没差啦没差啦啊，那当然了，像是你的那个酒啊，你的对，记得请我两杯啦啊，早上送过来啊，这个就很简单吧。介绍一下嘛，然后听到，然后你没看到那人类就，当然当然，这么好的独家，一定会给你相对应的。然后当然你们看到另外一个人类就是，我就很好奇的看着那个好像发出奇怪声音的人类，他是怎么一回事？他跟你互看。你看他就是那另一方面，那个诺伊欧拉这边看到那个就是守卫有在，好像在检查什么东西，那应该会转头的对艾米莉好奇的询问到说：“艾米莉小姐，您好像比较常来这种活动，
那个像那个守卫他们那样子在逼那个就是用奇怪的仪器在检查人们是在做什么呢？你看到他思考了一下，然后说：“啊，这个吗？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他们好像近几年好像开始，因为一些发明家嘛，然后好像研发一些新的什么验票技术。我自己是不太清楚，之前好像没有这样的。他们好像是说为了要防止一些偷渡或是混进去的杂人。”然后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特别严厉呢？哦，原来是这样。然后就那个拜，就是点头了解，然后就没有再额外问。那我们要入场了吗？嗯，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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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是这样的。你们走进去，然后感觉到一切如同不太一样。那对于赛亚你来讲，可能会你帮我闪 K 水哈，赛亚，对，今天的第一发闪交给你，或许可以跟你说些什么。嗯哼 ，story。OK， 你想起以前你小时候，因为你父亲会带着你还有你的哥哥表演，然后会到处游历。对于这种场次，虽然说你没有去过 Oakville 这个地方，但是曾经你也有旅行过，像是比较像是 Waterdeep 这个地方，或是 Neverwinter， 你的父亲都有带你去过。虽然不是说长期，但是就是一小段，在他对，当然你也很知道是你的父亲当时是如同就是下面还垫着一个算盘，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那种古代的算盘，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但是。你看到他那时候不停的向你的母亲说着：“老婆，就这样，我只是带孩子们出去玩，真的真的没有事，真的。”然后你那时候也听得到母亲说的：“你如果把他们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你就给我好好记住；然后让他们去交一些什么很奇怪的朋友，你也给我记住。反正所有的错都是你的错就对了。”然后你听到你的父亲就是继续跪着算盘，然后开始发抖说。啊，是的，老婆，对不起，老婆，真的，对不起，真的，我只是带他们出去玩而已，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他们两个一定会过得好好的，一定会，我两个礼拜就回来，我两个礼拜就回来，可以吗？然后听到你母亲答就，哼，我就看你敢不敢，你回来的时候这么说。当然，你在游历的途中，有时候会看到你父亲就是带着你，还有你的哥哥去比较上流阶级。当然，因为你的哥哥会比较像是后援，然后你是在前面表演，和你就是稍微做一些，你的父亲在做主要演奏，然后你就在旁边做一些小小伴奏，或是做一些练习。当然，从小就算是稍微比较欢迎的人，所以你对于这个场合来讲，根本来讲就是一个小 case。毕竟 Neverwinter 还有 Waterdeep。这种地方可大的多了 ，Oakville 这种小小的地方对你来讲应该很轻松容易就 handle 得来。你大概左看右看，对于这种就是所谓他们所就是那个奇怪的机器，你虽然没有感，就是你以前在游历的时候，你的父亲曾经也跟你说着，你知道吗？赛亚跟 Seal， 你们知道吗？这个啊，你们就直接把窗户打开，对，就这样。啊，你没什么开锁工具？不用不用不用，你看爸爸怎么用。你那时候就看到你的父亲拿出一个匕首，然后开始在窗户在那边上下抠来抠去，然后窗户打开了。你看到你父亲，你的父亲对你比一个赞，然后跳了。这是你的回忆。哇，嗯，你们持续就是往前走上，就你想着可能周遭有没有窗户，这是好问题。那就对，你们持续走着，然后看着这样的场合，对，然后你们现在可以进。你们看到地图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也注意到就是这个场合还蛮大的，因为毕竟是宴会，有大大小小的食物，还有各式各样
让人觉得特别有趣的东西，当然就是各式各样的人，大部分都穿戴的假面，还有一些比较算是就是贵族们。当然，如果我放全部的话，这张地图肯定变成密集恐惧症。所以为了体谅你们的眼睛，所以我就没有多放了。你们注意到有个蓝色的提布里坐在中间，看着巨大的烤乳猪，默默的就是摆到这个桌的中央。你看到他看着，然后旁边还看着周遭的人跳着舞，点燃着蜡烛。你看他就只是盯着前面那一盘烤乳猪笑而不语。而你们看了一下其他的地方，就是当然 Marin 还有 Emily， 当然你们看到 Marin 就很自顾自的已经走到了食物区。那我就拿一个，这不是 Marin， 但是我就拿一个稍微代表他。你们看到 Marin 就是默默的已经晃到这边来，然后开始吃着东西。Emily 呢，你们注意到她就是有点好奇的，作为一些就是稍微就是左右打打转这一类的。那当然，对，因为 Emily 其实我是有画她，但是我对今天在跟老大聊天，所以忘记做token，对不起。你会看到 Emily， 那我就随便，对，我这也拿了一个，对，拿了一个这个好。看到 Emily 就是默默的，就是走到，不是他，我是拿一个类似的，然后他好像就是正在看着雕像。当然，其他还有来来去去的人，当然这两个其他的那个八卦记者，那个下颚比较大的，就是你们注意到他就是默默的，对，默默的埋在这里。对，他埋在钢琴后面，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进来之后，他就好像刻意跟你们分别，然后埋在这边。而另外一个人类，就是稍微比较对他的身高比较小一点，好像就在旁边。而他们拿着笔，那个羽毛笔还有羊皮纸，好像正在等待着。那你们现在要做什么？就想象一下，里面是满满的人潮。如果我放全部人，一定会爆炸啦，这张地图会变密集恐惧症。哦。所以我们刚刚，我们可以观察出那个蓝提布林跟我们在餐厅看到的那只是同一个人吗？帮我甩个 perception。perception。嗯。我对他没有什么影响。是这样的，你们三个就是看着那提布林，这样你感觉好像曾经在哪里见过，但是不是真的见过？好问题。蓝色提布林指的是坐在最后面那一个吗？对，应该以地图来说就是最上面啦，就是坐在上阶层、坐在中心的那一位。对。然后刚刚说去钢琴那边的是艾米丽小姐吗？还是别人？没有，是两个八卦，对，两个记者。哦，八卦者，八卦记者。艾米丽应该在右边那个。是。对，艾米丽右边那个。要稍微接近一点点，是他没有戴眼镜，然后他头发没有这么的整齐。好，然后诺尤拉应该会先打开耳朵，然后稍微聆听一下附近的人群们主要大概都在聊些什么东西。可以，我下去。那再来跳。等等，我有看到 Joseph 吗？你可以帮我甩个 perception 找找看。我让你动了动耳朵，听了一下周遭。你听到了，虽然说不是说很多，但你听到了一些情况是这样。你听到有些人擦肩而过，说着：“尽管那个会长可是第一次见，为什么周遭会有这么多的守卫啊？以往上一次 Cowboy 上任的时候，守卫也没有这么多。”你稍微看了一下，你注意到确实守卫是有的。对，这是代替。
你注意到就是有好几个守卫在这个宴会，似乎是作为就是一个治安上的管理。那确实是这样吗？你也不确定。你是看到那些守卫很庄严的站在周遭，似乎是在守着什么。而赛亚，你看了看，你发现人太多了。你尝试要去寻找 Joseph 这个大明星，应该不会太难找吧？你到处晃了晃，然后你不小心砰，你撞到，你回头看了一下，我看一下是谁。好，是这样的，对啊，你砰撞到一个人，然后你抬头看了一下，你看到是一个矮人，然后你看到这个矮人大概是对。大概是那种中年，一定是那种大神的年纪，然后看着你说：“哎呀，哎，臭小鬼啊啊啊！”姐姐，你不要生气啦，拜托，不小心的。你看到他就是抬了一下眉，然后喃喃说着：“哎，现在的小朋友啊啊。”那现在贵族都没有那么教养吗？然后一看就默默的离去，也没有对你做其他的事情。哇，这韩姐姐有太有用了，是不是？原来是这样。那左顾右看，嗯嗯，我们先去找个位置坐下吗？好啊，就看起来很紧张的样子。嗯，要去前排还是后排呢？都可以吧？有人比较少的地方吗？这里没有人比较少的地方吧？我看又看，似乎没有这种地方。如果人比较少。你要去读厕所了。嗯，我想要问一下，这个空间的话，窗户大致上是在哪些位置？你大概看了一下，窗户确实是有窗户，然后我标记一下。我拿蓝色的坐标。另外也想问有没有那种就是类似那种凸出来的阳台的地方？没有，是一个活动中心感的一个空间，但是窗户是有。窗户大概离你们大概有60 feet 高，确实还蛮高，而且不大，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通风口。嗯，然后这边这两边都有，所以这个建筑是有点挑高的感觉，这样是应该没有二楼，没有二楼，就大堂吧，就大堂都是高的窗户。他说门只有我们进来的那个吗？是，只有一个进来的门。嗯。那赛亚就说：“那我们去前面坐吧，顺便看看上面坐的人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说着就拉着大家往前走，走这边，左边还是右边呢？我们要靠近记者还是远离记者呢？他们想取材的话，应该是近一点。好，那我们就靠近他们一点吧。哎，主动，就没有以我的头可能。哎，座位都可以坐吧？对，都可以坐。好，那我等你过去。你们拉开了椅子坐下来，发现其实还蛮有趣的是，就是上面的食物就类似像 buffet。已经都排满满，都好好的，而且还有像是那种，你就是像是木桶，可以打开，只要你有杯子，你就可以打开倒水。当然，你们也有注意到，像是那个服务生，他们就是有时候会来来去去，然后抬着托盘，里面上面都是鸡尾酒啊或者这类，然后他们就会左右，然后供给给别人。你们可以大概想象，就是维多利亚时期大概那种宴会的感觉吧。嗯。但是你们注意到那个提布林，就只是坐在上面，然后不发言。嗯，那我，他的身边还有做什么其他的比较看起来比较显眼的人吗？
帮我做个 perception 好了。那我也看一下哦， oh, 超级看。西利亚夫人，你要我帮你拉过来吗？帮我拉一下，谢谢。好的，那我就把你拉我旁边来。哦、oh.。对你大概四处看了一下，你虽然说比起特别的人或是特别事物，你稍微看了一下桌上的菜色，这对来讲大概你一辈子都暂时都没有吃过这么过对这么上高档的菜色，然后摆在那边，然后一个一个，你可以确定是你肯定吃不饱，因为大概就是一口这样一口分量，你大概内心想着贵族都吃这样的东西吗？你注意盯着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小小三明治，但只有一口的分量，然后上面有点小小的鲑鱼卵插在上面，然后就一个汤匙，对，就是这样。我连餐具纸，他那么多餐具怎么用都不知道。西利亚斯，就是你在看的时候，你稍微左右晃了一下，你注意到这边的守卫都站得非常的紧密，而且注意到就是他们。比起说是卧薪女神，更像是好像有人聘来的，好像不是自己，应该说就是由 Orkbeer 这边官方所来的守卫，而是好像是别人聘来的。然后再来是赛亚，你在看的时候，你也同样注意到了守卫不是卧薪女神的守卫之外，你也注意到了是那位大明星，你注意到那位大明星。好、我拿一个 token 代表他好了。你注意到他大概在这边，他伸了懒腰，然后左右晃动，然后你很清楚旁边的那只狗，然后对你来讲印象很深刻，眼睛很凸，好像不会对焦，然后吐着舌头。你看了一下那个人，好像有看的那个记者，那个人类，他们应该可以变称兄道弟吧？你稍微这样想，但是你晃了晃头，你注意到就是 Joseph 就是稍微摆了摆，扭了扭身，然后看起来好像正在调音。你看到他拿着他的鲁特琴，然后在台附近在调着他的就是他的声音，然后好像在试唱。我要再要把自己的戒王披风拿下来先披在西利亚斯身上，就弄成一个披肩的状态。说，西利亚斯，等一下，要好好穿着这个，这样子才可以不会被奇怪的人搭讪哦。然后心里暗暗想着，心里暗暗想着，以前是西利亚斯保护我，这次换我要报复西利亚斯的。为了不在这里的伊森，我要赌上我的性命，绝对不能让他碰西利亚斯。哼、谢谢西利亚斯，有点不明所以那个赛亚的坚定意志的表情，但是就默默接受了他的好意，然后。一边坚定的看着西利亚斯，一边搓揉着小波，有一种我要决战的风雨来临之前的那种平静的感觉，那毅然决然的搓揉着小波。你们看，其他人你们看到小波是完全没有任何反应，他毫无反应，然后就一球窝在，对他自己独自窝在一个椅子上，就在你们附近窝在一个椅子上，他就是不想待在地下，他不想待在地上，他就是自己挑了一个空椅，然后趴在那边，然后就这的一球窝着。桌上有水果吗？可以跪小波吗？有。那我要，哎呦，有苹果吗？还是什么的？可以，你可以帮我甩个 investigation 看看有什么。好，我已经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了，不要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子。
你看了看桌上，除了就是比较经典的就是贵族他们应该有的小菜色，几乎说小菜色对他们来讲就是一口而至。你稍微瞥了一下价钱，你大概觉得说，对，因为它下面好像其实有小小就是那种请款单，你有特别有瞄到一个小小请款单，你发现那请款单上面写着，是的，这一桌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多少钱？50000GP。哇哇！然后夸我买单的是新工会会长，他没有名字。你注意到很特别是没有名字，让你觉得很奇怪，没有名字，他只有说新卡博店家。啊，所有会长的名字都叫做卡博吗？那赛亚要拿水果，我一边思考这个问题，一边喂拿水果喂小波，然后指着那张请款单跟隔壁的人说：“嗯，可以随便吃哦，那些都是请客的。”嗯，对哦，小波你也可以吃。然后拿了很多的水果开始喂食。是这样的，你们突然开始好奇或是心想的，为什么小波他到底是浣熊还是仓鼠呢？你也不太确定。你看到他好像旁边有一个小，就是给人洗手用的小水盆，对，他就将苹果接下，很快速的接下，开始戳完，然后塞进去，然后又看着旁边葡萄拿了放到水里面戳塞进去，好像就感觉说一切都是免费的一样，他吃得很开心。完了，我觉得我们这桌要被请光了，大家吃快一点，不然等下被小波吃光了。诺伊，快点，快抢，不然要被……我是没有抢啊，因为这桌子上面的食物实在太精致，让我非常惶恐。总是我拿看起来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没有什么复杂吃法的东西来吃看。汤匙吗？汤匙，对，第二彩的话一样，就是老样子的 Constitution Saving Throw。小心翼翼的拿起来试试看，反正我猜他们都是那种类似牙签戳起来一个的那种大小，是的，一口吃掉。吃了赛亚的话，也跟着吃了起来。吃，用悠然的味道就很正常的进食。有没有看到诺维快吐？没有了，不合口味。哎呀，好喜欢吃，喜欢高级餐点。奇怪，我不是贵族，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因为你爸很常带你都进来啊。对，我爸都偷偷渡进来的。看着诺伊好，不太喜欢。正常的进食的时候，应该会用眼睛搜寻着，看有没有那个白色头发的成年女性，或者是白色头发的女孩。嘿，帮我塞个 perception。那赛亚要拿水果，一边给小波，一边给诺，因为感觉他不喜欢吃上面的餐点。嗯，那你尝试找了找，但你现在可能被吸引到的是，你尝试要找白发，但是找类似有关于就是白发吟游诗人女性吟游诗人，你到处找了找，但是你注意到了，你不知道为什么你的目光一直被诺伊吸引住。然后你看到诺伊手上，他确实拿着气势。然后这个气势，诺伊啊，你帮我甩个，因为你待过深水城，所以你帮我甩，intelligence 优势，我给你优势，因为这个是深水城的东西。我要再拿一个其他的东西来试试看，我不相信不好吃。好啊、我觉得这很高级，一定会很好吃才对啊。哇，好难吃！你真的不行，你没有办法，你不能接受贵族的食物。我又拿了另外一个东西吃，吃起来是，到底是什么味道？是无法理解的味道。好，是这样，我要来开始介绍一下这个东西了。是的，诺伊拉，在你的脑中，就是对你来讲，就是你看了一下诺伊，然后你注意到他手上的气质，你皱了皱眉头。这个起司叫做 Rudan Spring Cheese， 某方面来讲叫做春天的起司。那在你的得知中，这个起司
在一般来讲，就是它是看起来很特别，它是有点就是像是那种黑罂粟或是黑纸，然后有掺杂在一块大块的气势里面。然后你也得知了，这个气势是在半生人的用处上非常大。虽然说以前你在做，就在隐居在老师在你老师下面做修炼的时候，算是没有知道很多，但是有时候根据你的，对，你有一位朋友曾经有和你稍微提到过，当然他可能是不小心说溜嘴，或是他可能只是想要这么说，但是你感觉到那位朋友他曾经说着这种东西啊，用在那个半生人身上特别有用。如果说他们对你有一些什么抗拒，或是有一些特别想要觉得对你不好的话，你就把这个气势给他。半生人一天吃午餐，这个气势吃下去，只要到一定的剂量，哦，他们肯定会乖乖听你的话。啊啊啊！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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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知道，你继续修炼你魔法就好了。当然，闻起来有点像是，对，闻起来就是蓝气势。我知道你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半生人吗？中什么大奖？我又不是半生。没有那个，我想要一边就是有点那个无奈的先找一下说，我觉得可能给诺伊斯他应该比较可以接受的东西。然后另一方面，我想要那个收一些气势，那个藏起来带走。好，那你先你先帮我 side hand， 然后我看一下你能不能，对，你可以 side 多少，然后我会告诉你，因为你的，对，你知道这个价值，所以我会告诉你可以，对，价值是多少，对。那我们可以找找看看有没有看起来好像是我比较适合我的食物吗？有这样子，你也可以帮我 investigation， 然后对，都有啦，再帮我 sign 个 investigation， 是这样的。你在边看，然后你就默默看着这个气势，你稍微东看西看，然后对其他人，如果你们想要注意到多尤拉的行径的话，也可以帮我塞个那个 inside， 这样。如果你们有要的话，如果没有要的话，就是我会直接跟他说他会那个，但就是要必须高于十二。我当然 inside 哦，我完全看到了他在干嘛，完全看到了呢。西雅斯没有，西雅斯就是一个，对，还在西雅斯左右塞着，然后。你们注意到诺尤拉就是正在看，然后默默的，虽然手是默默的，就是一只手默默将移到一个就是鲑鱼三明治，然后是一个那种小小的一种塔形的三明治，这样往过去。但是你们注意到他另外一只手正默默的，好像要往诺伊刚刚要吃的那一块起司，尤其是最大最圆，就是好几个已经切成就是那种如果你们有看卡通，古早卡通不是都有切那种三角形，就像一块一块一块，然后你看他默默的要伸过去。你们要做什么？赛亚要看一下诺伊说，他诺伊那个起司好吃吗？为什么他要拿那个起司？就用那种小声，用很气，就耳语在他耳边问他说：“那个好吃吗？为什么要这个样子？”我也用耳语回答说：“很难吃。”很难吃，我太奇怪。然后诺尤拉帮我塞 ED 六，看你会拿到几气势，然后我会跟你说换算是几盎司。然后对，有这个会攸关于一些，是的，是的。他喜欢吃这样的气势吗？赛亚觉得难以理解，他可。可能口味不一定，口味比较特别吧。你们在交谈的时候看到诺尤拉默默的将手就是伸向起司，虽然不是拿大块，就是拿一块小小块，大概两盎司的起司，默默的就收到自己的怀里。然后对，然后因为你刚刚的姿势，所以我可以跟你讲四盎司。可以让一个半身人变得很嗨很嗨。
啊，塞牙就是说，还是猫咪会喜欢吃 cheese 吗？不是老鼠比较喜欢吃 cheese。你说 Ricky 吗？对。我觉得他们聊那么久，作为猫猫的耳朵，应该今天他们在聊什么了？是是，听得到。没有吧？我们是耳语、欸，就是靠在鼻。对，我们就是。可能会，所以我在想说，猫咪的耳朵的那个的那个聆听率。好，那个那这样好了，对，赛事对，就是两诺伊跟赛亚帮我塞这个，帮我塞 stealth， 然后诺伊拉帮我塞那个帮我塞 perception， 然后对。看我好有默契，好好笑。不要小看真假盗贼，我们的影帝莫名其妙。医疗谁可以塞了？医疗谁可以塞？医疗谁？哦，好，因为你就在旁边了、啊，你在旁边吃啊？什么三小？旁边吃的很开心。医疗是你？医疗是有听到，医疗是有听到，对，医疗是有听到，他有听到塞亚在说什么，他有听到塞亚讲，但他没有听到诺伊讲什么。对，诺尤拉，虽然你没有听到，但是你有感觉到这些人怎么突然窝在里面，稀稀稀疏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稀稀疏疏。就诺尤拉潜意识有抓了抓他的耳朵，对，然后那个顺便把鲑鱼三明治弄到那种眼前，说，我觉得这东西你应该会比较适合下鱼嘛，所以他大概也会弄一个到自己的盘子内，自己。哦，那我拿来吃吃看，再吃。好像还可以，还可以，这东西至少能吃的嘛，居然是还可以。吃了之后，没有露出很奇怪，没有露出很难吃的表情，但是还是很困惑，就有一种奇怪，这个东西这里看起来那么高级，为什么吃起来不太高级的感觉，陷入了人生的困惑。然后那个一边吃的时候，应该诺优拉会悄悄声的对西利亚是偷偷讲到说那个这个气势对你们种族可能不太好，那个你注意不要吃到太多。嗯好。对，小小声的讲。我要观察一下，这里除了 Joseph 之外，还有其他吟游诗人吗？然后顺便偷看一下他在干嘛。好，可以。现在还在搞 perception， 那你要 focus 在哪里？就是 Joseph 比较多，还是找其他吟游诗人比较多？找其他的人好了。OK， 你大概看了看其他人，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你无法确定。你看了一下 Joseph， 他继续在挑他的琴，然后你看到 Sally 好像滴了两滴口水在地板上，但是没有人擦。然后看了一下小波，还是觉得小波比较好。然后默默的揉了一下小波，还是小波好。那个气势闻起来臭臭的。然后那个，我觉得讲完吃完以后，诺尤拉应该会那个继续的再拿一次那个骑士，因为我知道那个系列，我应该会拿到至少一次甘愿。好，这个很有用吗？可以帮我塞 side head， 然后其他人如果要看可以，对，如果你们就看到对，我们要塞 inside 也可以。是这样的，你们看到诺尤拉就是这这的要默默拿气势的时候，就是是这样的。现在状况是这样，你们看到诺尤拉就是默默伸手要拿气势，但是坏掉了，因为两个都一样是没有一个加三，一个加二，那一个一，它数值没有一模一样的话，而且那个标题也有变，标题有标题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出来，就是因为你的有两块，我打了一个，对，好，而且应该正常的，因为我们两个的那个标题是不一样的，对，是这样，就是我们先说一下，我们只是一起倒霉的，对，就是一起，对，是这样的，
诺拉，你就是默默的要手，就是看一下，嗯，还有一点气势，应该还可以再拿吧。你左右看了看，然后西利亚斯跟诺伊你们盯着看，然后塞亚你的目光一直盯着那个吉娃娃，因为你注意到那个吉娃娃这边，哇哇哇，然后是这样的，那个，我的音赛是看那个，我那个加一是看诺伊了，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所以就是你没注意到啊，我说的是你没注意，你的目光现在在吉娃娃上，所以没注意到。然后你盯着看，然后你完全不知道后面洗洗刷刷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诺伊跟西利亚斯，你们就看到赛亚好像就是好像原本是这样，这回突然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回头盯着那个吉娃娃，好像跟他有仇还是世间有仇，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一直好像一直盯着那个银幽色，然后又看着他旁边的那只吉娃娃。你回头看，你看一下诺伊娃是这样，就是慢动作，然后看到一个服务生就是这样，他伸过去的时候好像已经默默这样托牌要拿起来要走了。你们要做什么？你们俩？嗯，我可以去阻止那个服务生吗？可以啊。你要怎么阻止？他是要拿走那个气势吗？对。那我要去抓托盘。好，那帮我塞个 Athletics 来，各位。Athletics， 运动，不是敏捷，不能塞敏捷吗？不行，运动，服务生，服务生，对啊，你要拦截他，对啊，要拦截他，是这样的，你要伸手过去的时候，西利亚斯这里都看在眼里哦，我先说。你都看在眼睛，你看到诺伊看的诺伊看一下诺伊，然后伸手正要去阻止的时候，然后你就看到服务生就已经先就默默拿走，然后用着非常疑惑的眼神看了你们一眼，然后默默就把这个气势端到下一就其他地方去。我用一种难以置信的表情看到服务生，等一下还有人要拿，他就这样拿走了，这是怎样？我在心里这样想。好，那我就装作没事，把手收回来，然后应该说不是把手收回来，就顺势伸手拿其他东西来吃。好，那你就是西利亚斯这个你还是都看在眼里哦，然后诺伊你也是看在眼里，看到诺伊就默默好像是手好像摸到哪里，好像突然就看了看，随手抓一个，这个橄榄三明治好抓一下，然后他就看起来好像默默坐到位置上，然后拿着橄榄三明治。那个，我想要看一下他抓到的那个橄榄三明治是好吃的吗？还是说也是可能是特殊特产，他可能不爱吃的？好，帮我塞个 perception 下去。然后诺伊你就看一下好不好吃，对，你就看一下好不好吃。好难吃，好难吃，好难吃。好，所以我要塞什么？你可以塞个 perception， 然后看一下。对，虽然看到诺伊快吐了，但对你看到诺伊吐彩虹，他可能真的吐彩虹吧，我们也不确定。但是对，没有你看吐出来了。就是对，看他脸色非常非常难看。你注意到这个三明治是普通的橄榄三明治，但你注意到就是这橄榄加的特别多，就感觉这个主厨好像别有心思。橄榄塞的就是一个加好加满，然后加爆。你大概想象就是一个明明是一个三明治，你想象就一个三明治。然后，你们有看过《How to Basic》吗？《How to Basic》还是没有？我先问一下。应该是没有。OK， 那我解释一下。我解释一下，就是这个大这个三明治大概是这样，看起来是一个小小手心大的三明治，但是橄榄是满满叠成一个小山丘的橄榄，而且都是腌的，飘着橄榄味。橄榄三明治有橄榄味，诺伊娃应该会非常无奈的看着诺伊，然后开口道说：“你挑食物的眼光真的有够厉害，厉害。”我也这么觉得，努力吞下去。我早喝的东西。旁边有三桶，旁边有三桶，就是那种如果你们再想一下，就是台湾也有啦，就是那种自助，就是它是比较古代，是那种古代就是香桶，然后你可以转开，然后倒下去。那台湾就是你直接按，然后就会跑出来像什么冬瓜茶或什么，这大概是类似这样的机制，但是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你要选哪一个？一二三，那西利亚斯也去倒一杯。天哪，我它里面有不是酒的东西吗？我也要去倒一杯。来，一二三。你可以每个人都叫西利亚斯喝过一遍，然后问他说哪一个不是酒。
我就选一吧。好，是这样的。对，你将你的手噗按下去，然后那个，对，你就打开水龙头，然后你看这木质水头留下的液体是透明色的液体，然后看起来有点泡泡。然后你将这个液体噗转完，然后你看着面前杯底，你都可以看得到你自己。然后你看一下旁边的西利亚斯一样，就噗，然后用木头那个木杯就噗倒下去。然后你看到西利亚斯的杯子里面是棕色的液体。那个透明液体闻起来有酒精味吗？你鼻子闻嗅了嗅，闻起来是花香味。这什么明星花露水？我要很小心的喝一小口看看。西亚斯没很在意，就直接喝，砰喝下去。好，是这样的。诺伟，你默默的就是喝了一口，你感觉到喝起来满满的花味，有点甜腻。你觉得如果你不太喜欢甜，你应该会不太喜欢这个，就感觉蛮腻的。你喝下去，你吞了下去，然后你眨了眨眼，你看了一下杯底，你看起来喝起来就是花蜜汁的味道，花蜜汁。然后西利亚斯，你砰灌进去，你感觉你喝下去好像有一点热热的、骚骚的，然后你吞了下去 ，whisky， 你喝下去是 whisky， 再倒一杯来喝。好，西利亚斯你就开始啪，然后这次你就倒好倒满，然后你看到这个 whisky， 就感觉就把 whisky 当水喝，继续喝。然后趁他们去装饮料的时候，诺尤拉锲而不舍的继续偷偷看，还有哪边的桌子有起司。可以，帮我甩个 perception， 或许可以找得到。那我可以继续找吟游诗人吗？可以。是这样的，诺尤拉，你看到其实这个起司离你不远，你发现那一盘起司，因为你毕竟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你看到就是大，就是有一些贵族，就是大，就他们就会拿一些把起司就切了一块，然后放在三明治上，然后就这样走。然后你看到这个起司现在的位置在这里。对，我拿那个绿色的 token 来表示现在起司在哪，因为对它看起来很臭，可是它并不臭。太阳，你到处看了看，人还是很多。然后你也注意到 Joseph 那边好像调音调的差不多了。然后你突然听到了拍手的声音，然后你看到 Joseph 站在中央，然后音乐开始响起，看一下有没有，对，高贵的音乐加上，是的，你注意到 Joseph 开始在舞台中间开始旋转跳跃，他有没有闭着眼我不确定，但是他就是拿着他鲁特琴开始就是在那边刷唱着歌，旁边的他的吉娃娃也绕着，然后你也不是看到他向面前的那位工会会长鞠躬示意再站起，然后跳着，那现在的你们要做什么？现在就是对，现在气势在这边。哦，哎 ，Emily 还在那边呢 ，Emily 还在看，背对，然后 Mario 我要，我看一下那两个记者现在在干嘛，帮我甩个 perception。诺伊欧拉要先去装一杯饮料，然后拿着饮料，像是只是走走看看的，慢慢那个往气室那边走去。你拿着一杯饮料，然后左看右看，你穿梭在人群之中，然后帮我甩个 still。就你一定会过去，只是我想要看一下，对，行，对，我知道，有，在这里，好，然后赛亚尼，对，赛亚尼就看了一下记者，因为离你很近，你看到这两个记者，对来讲真的还蛮辛苦的，那个下颚比较大的那个，Joseph， 然后用在那个开始用他羽毛笔，然后再画 Joseph 肖像画，然后旁边那一位就在。Joseph， 你盯着他们，好像看起来他们看着 Joseph 表演，似乎非常陶醉。很多人你也注意到 ，Joseph 开始表演的时候是你最恰当的时机。你穿梭在人群之间
又如同就是也没有打扰到他们，或是别人会踩到你的尾巴，你很灵巧的晃到了气死的那一桌。你看到那个气死的桌子还放着气，虽然比起一开始放在里面，现在气死的容量、气死的量没有那么多，但是还有机会，至少两盎司一定可以拿得到，只要周遭没有人的话，东看西看。那我就一边很正常的，像是拿了一块起来尝尝味道，然后另一边的手就开始再多摸两盎司收起来。好，把我 side hand 优势，因为现在 Joseph 的表演给你优势。我应该感谢他吗？他还在前面旋转跳跃，还撒着玫瑰花瓣。哦，好牺牲哦。什么叫做为什么撒的玫瑰花瓣叫好牺牲？他还旋转跳跃啊！这个也太惨了吧！看来神不给我，让我说挂足够的其实。你看着周遭，虽然说你稍微有点手滑，而且又看到服务生又要将这个气势拿走，但你在最后一之间，你的手稍微勾到，你勾到气势了，就你拿到了对两盎司。你看了一下那服务生， okay. 还好他正盯着。盯着 Joseph 的表演，然后默默将气质再缓慢的拿起来，然后走到下一组。然后你们看到 Joseph 在中间就是自备花瓣，自备花，因为你们他也被 Joseph 给吸住。要看他表演。哦，对啊，我也有很多玫瑰，让我思索一下，现在要做什么？我觉得我是不是然后因为凑过来的，我就想那个听听看这边这一桌的其他贵族人们会聊天在聊。OK， reception 。然后诺伊帮我筛 reception。虽然可能你不太想聊，但对啊，你观察教授表演，或许可以看到什么。哦。是这样的，诺伊，你看着 Joseph 表演，就到处他在旋转跳跃的时候，你注意到他不时有时候会停下来，然后看着那位工会长鞠躬的那一刹那，你看到他又说着：“哦，我亲爱的新的 OB 的工会长，何不把我提拔成您御用的吟游诗人呢？你看我这么浪漫的舞姿，还有这么美丽的音乐。”吸引着众人的目光，然后你看他又撒了，对，他又从他的腰间又撒出了一大票玫瑰花瓣。你开始有思考着他的袋子为什么可以蹦出这么多玫瑰花瓣。而诺尤拉，你在这一桌，你听着，你看到他们这些贵族们聊的，虽然没有很多，但你听到的他们聊说，啊 ，Joseph 好像为了这一今天好像特别努力的样子。然后你听到另外一个贵族说。比起说特别努力，他好像在哪一个地方都很好。然后又听到了那个贵族说着，可是好像说这个工会会长不太一样，特别神秘呢。我想用小幻象。好，在就是不得脚底下展开黄色郁金香。好，你帮我撒个 ED20 加你的法术，我就一定会放，只是我要看一下会不会如何。对，我只要看。然后我要在他脚底下大概五尺方，那个以他为中心有五尺。我没有为什么，就只是我说可以啦，可以。我只是 OK， 我只是想搞事而已。是这样的，你们其他人有没有看到突然 Joseph 底下冒出了黄色的郁金香在绽开，然后越来越多布满了，就像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点，然后你们也注意到就是这些贵族们开始在拍手，然后开始呼声叫好。 Joseph 似乎有注意到，对啊，你注意到他好像看到了，他对你眨了一下眼睛，抛了一个媚眼，然后他又跳，好像还给你一个飞吻。哇，微笑着看回去。
看你们要怎么说，看到修斯不像是一个华丽，他就是那种类似半芭蕾，但是又不太像芭蕾，然后转的非常开心。七里老师，你帮我 perception， 对我对就叫你叫你。你感觉到 Joseph 不时眼光朝向你，对你又抛了一杯，然后好像用口语说的什么，但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当然，旁边他的 Sandy 一直在晃，在他的脚边绕圈圈，他只要跳一下，他的 Sandy 也会跟着跳一下。CS 就用哈的表情看着他。当你用着这表情盯着他，你发现他好像完全不 care， 他继续做表演，好像似乎更变本加厉，然后朝你很明显的感觉在示爱。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谁。我听到 Noe 说的话，我不知道，听不听得到。那我应该问，我应该问说他是谁啊？他好像认识你。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个，你知道，就是哎，算竞争对手吗？赛亚觉得算是竞争对手吧。因为不知道该怎么样解释的表情看回去。竞争对手，所以他是研究室的。是啊，他是那个传单上那个吗？就是那个哦，那个大明星啊。他对你做了什么吗？还是呀，他就耸了耸肩。我才不会让他对西米亚斯做什么呢！哼。然后在中间的途中，那个诺尤啊，想要慢慢的再摸回原本的位置。好，没问题，就默默的，就是随着 Joseph 这样跳跃、旋转、跳跃的步伐，默默的回到了原本的位置。然后，这时你回到原本，你看到刚好 Joseph 正来了一个大跳跃、旋转大跳跃，然后又落到地上。你们注意到那工会会长什么都没有讲。新上任的国会会长，你注意到他只是默默的用他那蓝色笔墨戳了戳他那黑色的小胡子，非常有型 style 的小胡子，好像就是有点高高在上盯着他们，就盯着 Joseph 在跳。他是什么表情啊？帮我塞个 perception， 对，就你想看他是什么？越高我就可以讲的越气。戴亚，你看到他好像就很认真，是不是在看着 Joseph 的时候，对，你就看到你稍微你会不时的目光被 Joseph 吸引住，但是你看了一下，那位新的公会会长，好像就只是稍微点了点头。然后诺伊跟西里亚斯，你们在观察的时候，你们感觉到他在点头，虽然他是很认真的看着别人在点头，但是你感觉到你们两个都有感觉到他好像在想什么其他东西，他什么都没讲。好像感觉就是那种另有计划，然后你注意到他不时眼睛东看西看，并不是很专心的盯着Joseph。嗯，好。我想要问一下，那个像以诺亚现在的位置跟那个Joseph的距离大概是几尺？这个的话，20，没有到很远。我想要就是盯着丘瑟夫的跳舞，对，然后抓着他那个下一次可能会往上跳，而且是那种大跳的契机，在其他人都看不到的状况下，偷偷使用冷冻射线，让他落地的时候滑倒。可以，我给你做来。那我可以，所以我直接闪命中吗？对，命中。然后那个赛亚，你就是这个的话，就是你帮我闪个。你帮我踩个 inside 好了，然后，那如果我识破，我有可能阻止他吗？
你可以选择你要怎么做，就是对，如果诺优拉的命中，就是你比诺优拉的命中高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他正要放出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你要怎么做，对，你可以什么拿镜子打掉或什么都对，镜子看来是看来是没办法了，是这样的。你们注意到诺优拉就是对你们还没有注意到，就诺优拉你就开始就是朗诵咒语，反正人这么多，并没有人注意到。重点是，对，因为的东西，我对他这个是那个的绅士的，好吧，还是咒语，好吧，就是小小声的，就是左看右看，然后你的手指开始动，开始，然后你注意到你的同伴们也会注意到，然后你就在刚好你前面的是塞亚跟诺伊还有西利亚斯，你就是顺着就是塞亚跟西利亚斯的缝隙，刚好那边你就。做出一个像是那种手枪噗过去的姿势，对，地上的郁金香突然变成 一片冰，然后看到 Joseph 在跳跃的时候砰一声，对，他就这样子砰跌倒在地，然后看到他摸了摸屁股，然后突然听到别的开始然后看到 Joseph 左看右看，然后停了一下，然后他没有注意到是谁放，然后他就左看右看，然后摸了摸，然后烧了烧了烧，然后看他就是看摸了摸他的脑袋，摸了摸他的屁股。当然，旁边的 Sadie 也是一样。旁边的 Sadie 是四脚朝天。你们注意，你们第一次看到一个吉娃娃是四脚朝天，然后在那边前后摇摆，然后还注意到他脚有点冻伤，然后在那边前后摇摆，然后就是摸了摸，然后站起来说：“到底是谁？”我想要在这个时候观察一下那个工会会长有什么反应。嘿，那我想要趁这个时候拿起我的唢呐，我要趁乱冲进去表演。我你要吹什么？我是丢 perception 吗？对 perception， 然后赛亚帮我 performance，然后跟我说你要表演什么。你要性格也可以，你要性格也是可以，就是跟我说你要表演什么。好。不行，那我真的没有办法了，妈妈。哎，歌曲还是可以的。你要什么歌？点歌。啊、我算了，我要用上次那首《铁达尼号》，我觉得这个数值比较适合那个。好，是我觉得太突然了，我觉得没有办法表演，我太难受了。是这样的，就是塞亚，你缓缓拿着你的笛子向前进，然后看着 Joseph， 对他还在摸他的屁股哦，他还在就是一个，然后还在捡花瓣，然后他有些花瓣是因为就是已经被冻在地上，然后他没办法捡起来，然后看他就是有点想要就慌张，然后看他不是啊，会长不好意思，您等一下，然后塞亚，你就突然走到中央，然后开始打算要吹个完美版，然后你拿起你的唢呐。然后开始吹，还是我这次换成笛子啊？你可以用笛子啊，可以啊，可以啊。那我用那个笛子好了，这样比较配。然后开始，你是突然全场鸦雀无声。诺伊，你注意到那个工会会长的脸，他傻掉了，他呆愣，他认住了。那我就继续看着他。他认住了，就是他是在看表演嘛，然后认住，对，认住了。然后我要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哎，等等，我再像上次一样好了，我要用小幻象制造二重奏。是的，你弹指，然后突然就是有一个直笛二。不是直笛，而是你拿着笛子，然后后面好像开始有背景音乐开始哗哗的出来。你看到其他贵族对一样鸦雀无声，左右看了看，然后似乎是在找到底是谁开始在弹奏。然后要协助的可以来 performance 一样。好，我协助可以说是那个借由加和弦让那个音色那个转回来吗？变得更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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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的，可以的。那我要掏出我的鲁特琴。然后帮忙在后面拨动那个弦来让那个和声变得更美丽。我是一滴二，我是加一滴二，我笑到手一直抖。嗯，
performance， 好，我有剪音。完了，完了，今天的赛台可恶。是这样，你们在合作的途中，哎、欸，我不用换 BGM 太好了。你们是听到对，现在是听到是这样的状况。我不用叙述了，现在就是这样，现在就是 BGM， 然后全场完全鸦雀无声，然后每个贵族还看到，对，你们注意到了那个八卦记者，然后。那个下颚比较大的嘴巴张很大，然后另外那个吐口水的流个口水的那个八卦记者手上的羽毛笔掉到了地上。我要使用罪人表演。好，我要，然后我可以迷惑那个至少两我的魅力球的，我可以迷惑至少两个，然后我选择Joseph不跟那个会长。好，我甩一下，没关系，再难听，只要目标一个被吸引了就没问题。会长甩了17，然后Jojo他甩了6，那Jojo被我迷惑了。是你们看到Jojo在地上，然后突然就拿起，对，你不知道为什么他从包包里面突然拿起了玫瑰花，开始往你中间闪，加上这个音乐，对，就是这样。你们三个在舞台在中央，然后开始吹奏，诺伊你在旁边，你看着你的伙伴们在中央开始弹奏，然后看到Jojo在冰上，对，然后朝着他们丢着花瓣，就感觉像，对，全场依旧鸦雀无声，然后看到Jojo，然后还在哭，感动流涕，然后看他就啊，太棒了，小妹妹太棒了，这么浪漫的歌，你把这个歌发挥到极致啊！然后他一直在丢玫瑰花瓣。哎呀，要刷刷看，你看他一起跳舞，我这是什么话？我们就。因为那个音乐表演我会凑过去嘛，那诺伊欧拉应该就会刷那个音乐间奏间段，会那个下午生的跟那个赛亚说那个那个小家伙那个这一段差不多以后你就发挥出你的真本事吧，那个我们也会继续支援你的。我等一下，我想一下，我的大脑有点。或者是你要的话，那个变成让诺尤啊，变那个让诺尤啊诅咒也可以啊。好，那我如果你有想发挥的，可以看看。那我不行，我觉得我要现在做一个动作，让我冷静下。我要看小波现在在哪里。你看到小波在诺伊的旁边，然后他毫无反应。你看到他窝成一颗球，然后诺伊。然后你看到诺伊在那边用着傻眼的脸看着你们，然后你看到小波默默的，不知道为什么，你注意到他两个，他一手两个那个一手一掌，然后捂住他的耳朵，然后盯着你看，他是一球。那我小波抓起来，把他丢过来，把他丢过来，哎，等一下你抓不起来，等一下那个、我可以试试，不是，那如果要换取的话，看要不要那个就是。因为通常那个表演完中间会有一个先休息嘛，然后休息的时候，赛亚看你们要换乐器，然后希利亚斯召唤小波，然后你变成用小波玩杂耍的表演。可以，好，我觉得可以，我可以试试。来，我加油，我要换吉恩点了。来，诺伊，你的力量，我吉恩之类的出道日，还是我抓起来，然后把小波带到他们那边去。一样，你不管要走二人群前吗？还是力量？你要走二人群前吗？我先抓看看，力量，加油！你尝试，然后是这样的，其他三个人，你们的表演快要到中场休息，然后你们，然后看到救世团这边撒花瓣，然后你们默默的往诺伊的方向，也看到诺伊正努力的要把小波抬起来。你们大概想一下，就是那种古早卡通，然后看到诺伊就是那个一直要把东西拿起来，然后小波在那边原封不动，然后你们还注意到小波有点在那种防空洞，然后就是用双手遮着他的耳朵，然后盯着你们看，用是很无辜的表情，然后就快哭了。
啊、我要站小偷，我要拍打他，拍打他的头，再走过去。我先等你们。你不管努力的拍着小波，但是他原封不动，看到他好像 把他的手握得更紧。我对小波招招手。看到小波好像似乎不太要的样子，好像看起来他好像已经挪在那边。然后你们进入了中场休息，然后看到小波窝在那边闹脾气。真的，我可以再抬一次，我可以再试一次，我把他抓起来。我可以再抓一次。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不是，或者那个弄椅不要用抓的，你用推的，让他滚过来就好。把椅子推过来。你尝试，你要把他滚过来，但你发现小波好像特别有抗力，是音乐的关系吗？还是你不确定？你看到你不管怎么推、怎么踹、怎么去搬，然后西雅是怎么叫？你看到小波就是手一直捂着他的耳朵，然后一直楚楚可怜的盯着你们看。我为什么在这里被这碗球打？抱歉。还是你要拿一个水果往我们这边丢，所以他跟着水果来。哎、欸，那我可以用水，我可以用苹果诱惑他。这到底是什么状况啊？你是游侠了吗？这个是、这个驯服动物，这个怎么做、啊？这个的话 ，animal handling。然后对，就中场，中场休息，你们是回到了对，要边这边。然后你们三个对、三位女孩，你们就看到诺伊真的正要拿着苹果来看看，来吧，诺伊 animal handling。animal handling 是 A。我就加一、你为什么不干脆？我们已经回到场边的话，就我们放出来算了。你为什么？我们已经回到场边的话，那就直接让西利亚斯抱就好了啦。那如果我们回到场边的话，就可以直接抓。不是啦。好啦，那个他小波不听的话啦。现在看到小波就在那边，完全就是跟你面面相觑。然后因为音乐，你们注意到小波的手慢慢的放了下来，然后。西利亚斯，你看到小波，他好像快哭了。对了，你完全看得出他在演。我自己的话完全不理我，我要自己把那苹果吃掉。咔咔咔，新鲜的，这苹果是新鲜。咔咔咔，他今天吃很饱，你没办法用，你没办法用食物用。对，那西利亚斯就走过去那个椅子旁边，然后摸摸小波的头，然后就问说。小波，我们等一下要一起表演吗？可以让大家都看你。你看到他跟你面面相觑，好像是看表演吗？你看他，你看他好像犹豫了会儿，然后点了点头，然后看他好像快哭了，似乎打击很大。你确定他只是在闹脾气？你确定他只是在闹脾气？他只是在闹脾气，那怎么办？阿塞亚，我要去找救世主，我要去问他说，我塞亚要直接去找救世主了。我觉得我这边不能期待我呀，我要另辟蹊径，我要借人手，我要去问救世主，塞亚要去找救世主，然后就说那个。我们等一下一起合作怎么样 ？Persuasion， 优势，因为对你也知道了。好 ，Bet， 看看怎么拼篮球团体，看起来是没什么问题。你看到 Joseph 就是想说，哦，你刚刚这样美妙，让人。叹为观止的表演，当然，以我这么这样子，如同花瓣下那清晨的玫瑰，我们可以一起表演，一起将一切变得更好。来吧，你要歌唱、音乐、伴奏，还是你要我身边这可爱又美妙的 Sadie 在你面前，跳着美丽的转圈圈、华丽芭蕾之舞？啊，小姑娘，当然，你要跟我来一场美丽的凡尔赛夜晚的话。我也非常乐意，你看他非常诚恳的盯着你看。我
你看到他点头说声：“哦，那请别忘了，小妹妹，如果你还有那位那美丽的黑发漂亮的女性，我不介意你们可以一起来，我非常的欢迎。”然后你看他手已经打开了，双手睁开。然后你不知道为什么他在伸开的时候，他是从那个腰包里面又掏出了一大把玫瑰花，左边右边都各撒一点。谁啊？我觉得这个好像大傻的感觉。然后就我抓他的手说：“那我们一起把这个表演做好吧。”你看到他朝你就是举了一个绅士礼，说着：“哦，当然，为了作为一个未来御用，如同美丽的鲜花般的吟游诗人，如果能助你一臂之力，让一切变得更美好，在音乐的陶冶之下变得更棒的话，当然。”然后你看，就是又他转了一个圈，然后还对你眨了一个眼。嗯，塞亚就笑着回应了他。会长毫无反应，你看到他脸好像变得有点难看。诶，因为太麻烦了吧？哦。就看等一下第二场演奏，我们能不能转换了？他都没有跟其他人说话或什么的吗？你帮我甩个 perception 好了。哦，我就是很想看。你看到他没有？你注意到他好像有点厌烦的，然后叮了一下，这样全场鸦雀无声。然后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你看他叹了一口气。嗯，好无奈哦，会长超无奈的。我要，赛尔就拿出了快乐陷阱球，然后看着九色，我就说：“你觉得来一点灯光怎么样？”你跟他想了想，然后马上点头。他说：“啊，这个哦，你从哪里拿来的？哇，当然，如果这个东西我已经找了非常久了。”我之前向那可怜又可爱的小小的一个小 Kobo 说着是否可以把这些给我，但是他一直摇着头，然后说：“大哥哥，你真的好可怕，你是个变态啊！你觉得我哪里变态呢？我那如同鲜花般美丽这么漂亮的脸庞啊，这样吧，如果你能卖给我的话，你看他好像还在打量，如果你给我的话，我收60GP。妈，可是这个对我表演很重要耶。嗯，你看到他思考一下，然后说着：“那不然这样吧，80GP。”那我要等你等一下表演完，看你的表现来决定，我要不要给你。你看他想了一下，然后说：“好吧，就如同你说的，拿来。不然的话，如果你觉得没有如同你理想中的完美的话，我们也可以做个朋友。这样吧，如果我们做个朋友的话，如果你认识那个小 Kobo 的话，可能可以帮我问点他的感想还有价钱。我当然很乐意将我的爱还有美传送给他。”对啊，你在脑中想起的，你在脑中回想起 Keeper 的脸庞，然后你想着他如何说变态的样子。然后我一边回想这个，一边跟 Joseph 握握手，我觉得这个条件 OK。然后赛亚，你可以在你的 Alliance 在你的朋友栏里面写上 Joseph， 然后，你们两个在底下好感动了吗？是，我给一下他的，我给一下他的全名。哇，我终于成功了！这个真的是意料之外的发展。他叫做 Joseph Giolito， Giolito。如果以后他可以帮我们找人的那个情报网帮上忙，是也不错。其实他们，我觉得蛮不错的、啊。他是大明星、欸，他的情报网应该很强哦、嗯，我觉得。就那个扣除掉他渣的部分，他是个很实用的 NPC。
他也还好吧，就赢游戏人了，他就赢游戏人了，不然就赢游戏人了，嗯，好，等，等咱们这个茶会跑完以后再说吧，嗯，我觉得要这个跑完以后才可以再关论定。哇，好开心，真的快乐。然后那个那个长官问一下，那这样子的话，那个赛亚那边那个要你跟他表演就好吗？还是有一样需要我们这边助帮忙？我觉得你 我可以先上，如果我不行的话，你们可以支援我，或者你们角色可以讨论啊，你们角色也可以讨论。我是个没什么用的东西，我就在旁边看着。没有啊，你有世界美声呢、欸，你是可以来的哦。有，那个是运气好吧？试试看哦、那个。如果第二次就是彩神暗色的吗？太阳、那个旁边有酒，你还可以那个真的需要喝一点酒。邪恶表哥 ，Oh my god！ 是有威士忌的，是有威士忌。开玩笑的，说笑的，说笑的。我觉得你可以在暗中观察，就是因为我们表演中不能观察。哦，对了，不能帮忙打听调查一下，对啊、或者你们还是说那个好、啊，虽然说每次彩神都会虽然说彩神每次都会搞事，可是如果你可以潜行到那个蓝色皮肤林附近调查一些他的事情，是也蛮有效的。我觉得不要随便上去，那个不然那个警卫有点可怕。对，我又不是找死，可是我会观察他。对，你就在旁边暗中观察他就可以了。我觉得这样就是，我有 Joseph 的朋友了，我开心。这是我加 Sally 快乐，加 Sally，、还有加 Sally， 对，加他的狗，Sally 也跟他同姓、嗯，我觉得超可爱。加他的狗，不是通常都这样吗？会把那个宠物跟主人取同个姓。Joseph and Sally， 对。然后都是他们都是绝雷斗，他们都是乔雷多，简称九九，没事。我觉得我达成了一个成就，我开心。要偷摸他，那就偷摸大鸡，准备上场表演吧。好，你们觉得要奇异恩典还是 Dancing Queen？ 哎、欸，西利亚斯，你刚刚贴的这个是什么？你要他呼猫逃逃他也可以，就是对，就是由你，你是这个表演的主场，由你决定，不是由我决定，来吧。或者是你要想先甩完骰子再来决定用哪一首歌，好像也行。我随便挑一首，好，那就卡库那么他好、啊、你和 Joseph 就是交接的，就稍微就是处处耳语，就是稍微就是那个稍微就是就是你跟我跟你这样，然后你看到 Joseph 也点了点头，他好像对这个完全没问。那我就握着我的线，我的快乐球球，然后再拿着我的锁呢。等一下，我觉得这个应该用，这个用鼓可能比较好，我用鼓好了。好，你看到 Joseph 也觉得很 OK 的，他就拿出了鲁特琴，对他还是拿他的专属鲁特琴。然后你注意到狗。对 ，Sadie 已经准备带去，然后赛亚帮我甩个表演，我给你 advantage 优势，因为有 Joseph 的帮助之下，来吧。好，万兄啊，请赐给我力量。哦，哇，就这样。有没有逐渐的回到，就是看了看中场休息也差不多了，你看到 Joseph 就点头，你们默默的就是走到了中央，然后看着工会长就是快要就是脸色快要死掉的，对，你看到这个蓝色皮肤林的眼睛快要死，但是你看他就是对
你和舅什么就开始唱起来，就弹着琴开始唱了起来。我都想要在大家对他们吸引目光的时候，我想要靠近那个八卦记的附近，基本上就是从桌子上面钻过去。OK。然后我要竖起耳朵听他们在讲什么，然后一边观察那个坐在座位上的公卫会长。好，那你帮我塞 perception。你的目光会比较偏哪里？你会目光偏公卫会长，偏他们，因为这会影响到我叙述的。就是我会面向公卫会长，然后一边因为我是要听那个后面他们两个在讲什么。OK OK， 那就是公卫会长为主，然后他们好。嗯啊、你看到公务会长，就是他好像有被食物挡住，但你看到他就是像是那种在思考，两只手趴在桌子面前，然后眼睛，然后他的眉头皱了起来，因为他不时用他的手，然后戳了一下他那修整整齐的小胡子，然后盯着看着大明星和伙伴们，对三个一个群组，然后开始在弹奏着哈库纳马塔塔，然后。用着这样一种南洋或是比较原始情调、带有灵魂的歌曲，然后在那边弹着，然后似乎好像变得非常的嗨。你看到周遭贵族好像用着稍微有点尴尬，但是他们也没有多说什么，他们也是继续吃他们的东西。然后你们还看到 Emily 跟 Mary 稍微瞥了一下你们，然后继续做他们的事情，好像没有什么影响。哇，这是什么景象啊？那两个有在说什么吗？你看到他们两个好像窃窃私语，但是你好像因为你的观察一直盯着，对，所以你没有很仔细。好，那现在西雅是要朝小波伸出手，走吧，我们到舞台中央去吧。你看到小波虽然原本不太愿意，但是他还是默默的，就是搭上你的手，走向舞台。好，我就一边那个依着节奏，一边往那个舞台中央前进。然后在路上呢，我把小波引到中央，让他在舞台正中央跳舞之后，我走到另外一桌。然后朝不认识的人伸出手，好像希望他可以加入我们一样。好，帮我 performance。要玩团康是吧？你看到贵族们好像投射着非常奇异的眼神，毕竟这种比较不像是对，不像是上流社会做事情，所以你看到那贵族好像那个贵族默默打开扇子，然后扇了扇，然后好像就是有点想要特刻意远离，就是一个你们跳就好，我不要。但西亚斯还是锲而不舍，把手转向了另外一位贵族。Performance。等一下，抱歉，那个魅力，你给我魅力 ，Charisma。我的天哪，我的魅力，我看一下 ，Charisma。我也是减一，没关系啊。你看到那位贵族好像就是看着，他是戴着那个一半的面具。你不知道他的表情是如何，你看到他就是他是有在随着节奏律动，但是他并没有向前要跟你的跳，他只是就是在原地这样子微微随着节奏在律动着。好被拒绝。我这四个图。啊，是一边觉得贵族真难亲近，然后一边前往下一桌。等一下啊，等一下，小波现在在干嘛？我要看一下小波。你看到小波是那种生无可恋点，但是他还是会跟着走。小波，他生无可恋。因为我脑抽。另一边，诺伊欧拉应该会走离开中心，然后那个
稍微观望一下，去寻找有没有人是没有被表演吸引住，然后可能自己在聊天什么的，然后偷偷凑过去旁边聆听。好，帮我甩个 perception， 手机警报。那我可以再顺便甩。可以。夜婆这圈怎么都那么惨啊？是这样，诺尤拉，你晃了一圈，然后你看到 Mari， 你看到 Mari 是没有在看，但是你看到 Mari 就在听，然后看他好像有点困扰的，就是揉了揉眉心，但是他也没说什么。然后他看了一下西利亚斯，然后又叹了一口气。你默默在晃到晃到那个艾米丽那边，你看到艾米丽就是有点尴尬的，然后用着他那招牌笑容在，然后那耳朵默默垂下来。然后诺伊你一样，对，也是一样。我要听那个，对，继续尝试听那个记者在说什么。好，你这次常听，但是一样，他们还是稀稀疏疏。然后，当然，你大部分听到就是，对，这是你听到的，听不懂，这是哪一个语言的？放弃思考。然后看到 Joseph 好像一直要炒热气氛似的，然后各种就是撒出玫瑰花瓣，但是然后看到他看到旁边的那个贵族们，就是似乎好像有点呆，然后再来你看到 Joseph 就蹲下来，然后默默就拍拍你的肩说：“那个美丽的小妹妹啊，看来这首歌好像不适合在这个场合跳啊，不然这个好了，我们。”你有没有其他比较高雅一点的？要用我的招牌曲吗？你知道之前在广场流的那首歌吗？你看到他就是有点勉为其难的东看西看，然后抿了抿下唇，然后开口说着：“这样好了，如果你演奏你的招牌曲，然后，作为一个答应，在结束之后。”来我家坐一坐如何？当然不是什么家啦，是一个营地。我们可以来一场夜晚的交流交流，如何？先等表演结束再说吧，我想想哦。然后我要换起源点好了。好。然后把唢呐拿起来。搬一下，对，要搬一下。你，然后帮我一样 performance， 在 Joseph 的赞助之下会有一点优势，所以来。结果还是要其他店才可以吗？哈哈哈哈哈哈！我不能研究新歌？对，你就是。但是算是唢呐的问题，有可能是乐器，对，果然还是擅长乐器最强的。我来唢呐啊！唢呐的是天职啊！我要怎么样子啊？我真的受不了了。是这样的，突然你拿起你的唢呐，然后在 Joseph 的话语下，你想了想，你开始吹演奏起第二点。这时，你注意到周遭的贵族眼睛亮起。就像是很专注的盯着你的表演，虽然对以这个场面很哀怆，然后看到就 Joseph， 如果你们有对在台湾应该对，虽然国外是没有，但台湾不是有那种孝子，不是在那边对，葬礼上不是会有在旁边哭的，对你注意到就是在旁边哭，然后 Sandy 也很会演，看到 Sandy 在旁边这边，然后那边哭，然后那边打滚，然后就感觉好像，然后你们注意到那公会长好像默默的，好像。拍了一下自己的头，我死了，我都不想说了。反应好妙、这些贵族在看的同时，然后这个会长默默的就发出了。然后用这个提布林用刀叉切了一块烤乳猪
将其放到嘴里，然后你们有注意到他好像喃喃自语着什么。你们看着四周，这些贵族们开始好像那样喜极而泣，然后擦着眼泪，好像是，然后还跟 Joseph 一起哭。然后当然这个工会会长是这个，你不用，这个大家都不用在都看到，这个工会会长脸是完全皱起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微妙的看着现在的状况。然后这些贵族就在那边拿着那种湿纸的这纸巾，然后开始那边擦着布巾，擦着眼泪，然后随后然后看到你们在结束的时候，太阳，你帮我塞个你的 charisma， 这个是小费。你看到，是的，你看到这些贵族们，除了工会会长外，你看到一些贵族们就是不由自主朝你们那边投了几个小费进去。哇，那 fuck you 好多啊！是这样的，那些贵族面面相觑，这个工会会长是默默吃着烤乳猪，没有说什么，然后偶尔跟旁边两个人稍微交头接耳讲一句。但是其他在场的贵族们就默默向前，看到 Joseph 站了起来，然后在那边拿把他的帽子举下来，然后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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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啊、他的小费我会转交给他的，谢谢谢谢。随后你看到 Joseph 就是在用帽子接下，就是在巡回了整个场地，然后回到了中央。你看到就有叫帽子摊开，然后说着：“来，我这美妙又美丽的小姑娘啊！”然后你看他就是勾起微笑，然后将他的帽子摊开，然后你注意到里面装着80GP。哇！我该说什么了？这可以再多买一个陷阱球了，我操！你看到 Joseph 就点点，然后说着：“当然，这个之后傍晚结束后，要不要来我那边坐一坐啊？这个可以好好考。”然后他还没说完的时候，全体帮我 subtraction。让我思索一下我的人生。Perception， 我在等你，我在等你，是我没看到吗？是我没看到，还是对？好，是这样子。来了，谢老师，你看，你并没有感觉到什么，但是诺拉、太阳跟诺伊，你们感觉到好像远方传来痛痛痛，有一点笨重的脚步声。你们又要做什么？感觉是哪一？那是什么？哪一个方向？感觉是外面，不是这里面，而是外面。是左边、右边的外，左边从右边传来的。外面，也就是门外。门外。诺尤拉，诺尤拉应该会移动到门边，要去看一下，说是什么东西声音传来。因为以前好像有出过所谓的巨大哥布林，应该会是类似的东西吧？诺尤拉怕。哦，我是 perception。那其他人呢？我给你，对，不要做再见。所以门现在是开着吗？还是关着？门现在是关着的。嗯，我想看着门的方向，随时准备躲到桌下。哦，可以。为什么？就是这样打。如果看到什么妙的东西，我就要转下去。好。会让你只感觉到这个脚步声越来越靠近，但是你尝试看，为什么没看到人？为什么没有？你左右看了一下，忽然你们感觉到雾气，有什么雾气从外头逐渐缓缓飘了进来？诺伊，你直接就，然后啪，然后躲到桌子下，然后你钻到桌子下之后，你感觉到烟雾越来越浓，
然后其他人你们也感觉到这个烟雾越来越，然后脚步声越来越靠近。哦哦哦，你们要做什么？太阳看了一下，舅舅，然后说那个你有没有听到外面好像有什么声音？你看到他左右看了一下，然后说：“嗯，怎么声？”然后突然你发现他还没有说完，好像被定住，一切好像时间被定住。诺伊欧拉应该是会拿出酒精在手上，然后确定那个就是算是也算预备动作吧。然后只要出现看起来像是怪物的东西，应该会就直接发动那个虚假生命。可以。然后同时观察其他的贵族们是否有人就是会有出现反应。然后这一方面的话，可能会跟之前在酒吧的记忆比较，说该不会又是只有我们发现了状的异常吗？你帮我算 perception， 或许可以告诉你。那个会长有什么反应吗 ？perception， 你在桌下是可以看到。你在桌下怎么分？他是可以，他是可以先的，他是可以先的，他可以先护理的，他是可以先的，他是可以先的。OK， 好，所以我给他，我让你。你尝试想了想，你准备的酒精，就等待着到底外头是什么人，而且你感觉到雾好像越来越浓，开始感觉奇怪。你注意到一切好像时间都停了下来，然后诺伊，你注意到，你感觉注意到好像那个会长勾起笑，不寻常笑，渐渐往后退。然后，随后，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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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的门打开，你们注意到有一个巨大的声音，你们很熟悉的声音，你们看到的是一个容易，一个有流着眼泪的容易，但是这个 Dragon Ball 它。那个红色的 Dragon Ball 好像非常不愿意，你注意到他好像被什么束缚着，好像看他不停的流着泪，盯着看，然后他握紧他的布。我们下集再续。因为我没有把一生的 token 做出来，我先拿一个 token 先来。另外一个偷给钱，陈医师段啊，怎么还有这样啊？虽然说不会，没有说很意外，但是对啊，又要来一次了吗？但是我们应该是都没有武器的状态，对不对？就是比较巨型的没办法带了，小型的可以。哦，只有匕首上。对，没有，应该说那个就先确定，我们这一团的话，会有谁的武器被限制吗？应该是西利亚，我就弓箭。看 DM 的判断的话，短弓应该不行吧？短弓因为有点大，对啊，对啊，是蛮大，它不能长啊。我只是先那个匕首还可以藏在靴子里。希利亚斯也没有他的斧头，这样吗？是巨斧没办法，小斧可以，手斧可以，巨斧没办法，巨斧太大了。我是无所谓，因为我只要有乐器就可以。我的 rapier 应该也没有办法带进来了。所以偏西洋剑应该没办法像，太大。所以如果藏起来才行。匕首类的话就是没问题。对，像那种小型的可以藏的暗藏，就允许它藏掉。然后对，你们可以思考一下下次要怎么做。对，因为 Easter 只是踏进来了，所以对，对。就是可以想想看，就这样。